今天会给大家来做直播的啊。好了，我们来开第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哎，礼物呢？为什么礼物都没有？有。第一个礼物是谁送给我的礼物？提前祝佳琪，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哇哦，哇哦，这也太浮夸了吧！哎，这样子，大哥，哇哦，哎，它上面有个什么字？哇，文文姐，你像个壮汉现在。哇哦，哇哦，哎。他会倒吗？我要扎住他！我的天哪，我的妈呀！哎，这个是 CMP 送给我的礼物，气垫开盖有 surprise。好好好，真的吗？那我要开喽！哦哦哦，你不要倒！我来站住。天哪！我跟你说，他们家气垫好好用，但是没货，真的。他们家气垫非常有，两年前我就知道这个气垫霜巨好用。但是没有货，来。什么要流泪吗？要流泪。哇，谢谢你！哎，你们看不见，上面我以为是什么惊喜呢？我以为你是给我做了一个什么特殊版本的，然后什么，它那个粉扑上有我的名字，上面有 Austin HBD。谢谢，收到了你的祝福。我跟你说，他们家气垫霜很好用，这是他们家蜂窝气垫霜，就蜂巢气垫霜，就是性价比又很高，而且它的妆感又会很自然的一个气垫霜。然后这里，哇，他有卡片写给我了吗？看一下哦，蜂蜜，哎，他们家卡片，哇哇哇，这什么？这什么东西？我这个是最我，这是我见过最浮夸的贺卡，我的天哪！哎，三二一，九，哈哈哈，一个蜜蜂飞出来了。写了什么吗？这什么意思？你来念，念不出来，我念不出来，我念不出口，我觉得过于做作，就过于恶心。好，念一下，我要我的主播话筒。这个不行。你。如你可以的，我不可 以, 可以，我做不到。你可以，你就来，就表扬夸自己，就会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你如微风般的清澈声音，你的，说李佳琦，夸李佳琦，如微风般清澈的声音在耳旁萦绕，像花朵般灿烂的笑容在脑海停留，让相同的日子里有不同的期待。CMP 如蜂胶精华，点亮肌肤，你用真心点亮周围的世界。所有女生的佳琦，生日快乐！谢谢你，谢谢 CMP， 我的天，哎，你们看，这是CMP 用他们家的蜂胶精华做的一束花，这个花也太……所以它上面没有东西的吗？就如果上面是一台汽车什么的，我会很开心。看一下，泡沫老师。所以下面，你别扎着自己啊。有东西吗？不可能。下面是棍子。OK， bye。 好吧，没有开玩笑。我跟你说，他们家蜂胶精华是真的很好。哎。这是冲天炮，点火拿打火机给我狙吧，就飞走了。对，来看一下，怎么办？我这里有，这里有，不好意思，这里有。好的，你帮我拿这个冲天炮。我跟你们说，这个蜂胶精华是真的很好用，这个蜂胶精华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用。就是它除了稍微贵一点点，毫升数稍微小一点点之外，没有别的缺点。因为这款产品确实是我认知到的 CMP 的产品，是从就是肌肤内层，然后帮助你去修复好你的皮肤，然后帮助你的皮肤来做好保湿补水，就从内而外去点亮你的肌肤。而且 CMP 的这个瓶精华在韩国当地都是受到当地女生的一个追捧，而且它的精华的质地是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完全不油腻。给你们看一下哦，真的完全不油腻，又是轻轻一抹就可以抹开了，真的超舒服。如果你们喜欢那种不让你的肌肤有负担感，但是可以从内额外帮助你调养肌肤的一瓶精华的，你可以选择 CMP 的蜂胶精华，好不好？满满的蜂胶能量。那这里有多少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我们来抽二十瓶吧。好，好不好？我们来抽二十瓶送给我们的所有女生冲天炮，对的，大家抽二十个冲天炮送给你们。
好不好？抽20个 CMP 的蜂胶精华送给你们啊！希望你们也可以用一下我们的 CMP 的蜂胶精华，好不好？谢谢 CMP， 我们把快乐都分享给所有女生哦，好吗？谢谢你的礼物，谢谢。好，抽奖喽，所有女生，抽奖弹幕出来喽，大家赶快去抽奖！谢谢大家多多关注佳琪的直播间，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好了，我们下一个，哎，这个卸妆就放这给我用，刚刚好。哇，什么鞋？这里面很响，金砖吗？是金砖，是金砖没错。开玩笑，开玩笑。寿桃。Wow， Dior 来了，他来了，所以我可以说吗？他的秘密。确认一下，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美们 ，Dior 来喽。哎，哎。哇，很久没收到迪奥的礼物了，掐指一算，好像有2个月了吧？都不会拆了。对，都不会拆了。你说拆迪奥就是那种开心的感觉，就是嘴角抑制不住的往上扬。哇！合理吗？哇哦！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这是什么？刚刚那个冲天炮的包哇，还有它上面有 Austin Lee， 它印了一个名字， Oh my god， 我的天哪，所以这是装什么的呢？装什么的？有点太这装香水的，你猜一下，是装旷野男香的吗？旷野男香是圆的，对，就装它的。这瓶香味我跟你说真的很好闻，这瓶香味真的非常好闻，所以他没有给我写贺卡耶。这公关礼物 ，OK， 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装他的。哇哦，哇，哇，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旷野男香了。这瓶男香很好闻，这瓶男香真的超好闻，给你们闻一下吧。来，过去飘过去的。我跟你们说，这瓶旷野男香真的很好闻。我觉得这瓶男香就是所有男人都可以用的一个味道，而且会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一个味道。好，这里面还送了我一个旷野男香的同款的沐浴露，哇哦，这是什么？我来看这个哦，他们家的 ，yes， 腮红，他们家新款的腮红，迪奥新款腮红来了，聚焦，嘿，来了，嗯，迪奥新款的腮红来了，漂亮，还有很多的颜色哎，蓝金腮红，帮我拆一下，好的好的，我想看这个，我给你拆点。我已经有知道它是。你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应该是那个包吧。新款腮红，这新款包吗？是哎，这新款包啊。这是积灰了吗？这是做旧。OK OK。你时不时上，好像是积灰了。开玩笑。不是。美们，迪奥的腮红，蓝金腮红，他们家限量版的，就是把那个迪奥那个字。做成了一个圆圆的，很好看。这是什么？哦哦哦！这个我知道是什么。这是天猫限定版的迪奥润唇膏，变色润唇。完蛋 ！Oh my god！ 来，限量版迪奥限量版的润唇膏，变色润唇膏。这支我送给你们，因为我有很多支这支，我可以抽。这支我可以抽奖，这支我可以抽奖。哦，我有很多支。是。所以如果送了，如果他后面没有了的话，他还会送给我吗？会。好，那抽了五支，因为这个腮红我没有，他们家新品，所以我就不送了啊。这五支我可以送给你们，有一支限量版，那就随机发咯。这个是刷，这个是刷子，迪奥还有刷子。哦，我的妈耶，我的天哪，用迪奥化妆，用迪奥的刷子化妆是种什么体验？怎样？很厉害，你摸一下的毛。很普通。你说迪奥普通，你疯了？不是，我。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它的高级。我可能。它的毛就是，它的毛就根根分明。对。根根分明 ，OK。你不懂。你们摸一下嘛。看看这盒里面是什么。
所以全套护肤的话我会非常开心，就他们家最高端系列的话，迪奥花蜜系列组合。哎，你又拆礼物就叫许愿。这滋养精华组合，我跟你说这一套很贵的，这一套应该是四位数以上，我要拆开给你们看一下。我可以抽，因为我有他们家全套最高端系列的。哦，不能抽，这个不能抽，对不起，我搞错了，这个不能抽，这个 no， 这个撤回，我跟你说撤回有一分钟时间，撤回。为那个 W 上面也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让我撤回，这个不能抽，这个 no 不能抽。你知道这瓶什么吗？这一瓶很，这一套很贵，一万多块钱。我要说四位数，应该是一万多块钱，八千多块钱。我在法国我自己买了一套。三二一，哇哦！他们家的精华，最高端的花蜜精华。而且它是每一支都是不同功效的手，就是、哎、就是你，它不用它赞助啊，它不用赞助，它就躺在这里面就好了。哦，这样。对，你要赞助，赞助干嘛？赞助意义在哪里？没有意义，它躺着就是最好的意义。好的。OK。谢谢，你真的很懂我吗？五位数，五位数对不对？这一盒五位数，三瓶精华五位数，就是三瓶用完了，你就变成花仙子。天内。对，谢谢你。来，我们抽五个女生送口红，哎、抽五个女生来送。你把我的口红呢？我刚刚的口红呢？来，我们抽五个女生，每人一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来，三二一，抽奖弹幕来喽！抽奖弹幕来了，抽奖弹幕来了。我还以为他们家花蜜系列的那种，就是一套的小礼盒。我说那可以抽给你们。奢宠滋养，奢宠滋养，嗯。奢宠滋养，好吗？谢谢大家。我们的迪奥的口红中奖的女生可以去我们的药客服联系我们啊，药客服联系一下我们。哇哦，我何德何能可以收到他们家给我的礼物啊？夜明珠一颗，这个是他们家第一次给我寄公关礼物吗？不是，嗯，真的吗？我什么时候开过他们家公关礼物？什么时候？哪天？没有给到我手上，可能从哪个环节就出错了，那个环节很有可能就是小助理的环节。哦，OK， OK， 哇哦，法尔曼来喽，法尔曼，这突然就被喊，法尔曼，尔曼，法尔曼，美们，就是他是西班牙，我没说错，他是巴塞罗那，不是，他是法国。他是西班牙、法国，好了，就是那个那一片区域的地方啊，好不好？就是那片区域的地方，不是，对，认识西班是巴塞罗那，对不对？不是，不是，瑞士的，对不对？哎、我刚刚那个地方，哦，是北欧，对，你是北欧，我对了，对不对？西班牙、巴塞罗那都是不是北欧？那是西欧，那西欧 ，OK，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重新来，重新来，你把那个就是再递过来一下，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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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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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谢谢迪奥，谢谢迪奥的礼物哦，谢谢你，来，我们下一个，哇，好荣幸，第二次收到他们给我的礼物哦，这是来自瑞士的法尔曼，全部对，哎，他给了我他们家差不多全套嘞，这一套这一套加起来一万多吧，五位数以上。不止，所以 这几颗夜明珠就是也超贵。嗯，送你一颗，谢谢你，照亮你的美。夜明珠照亮你的美，哇！但是它这个礼盒也太漂亮了吧！哇，我跟你说，这一颗价值连城，不得了。我跟你说，要炼丹了。放在我的就哇，这个真的很漂亮。所以它这个花是什么花？兰花吗？好像不像是兰花耶，绣球花。不重要，不重要，它是瑞士的就行。哇，这怎么用了？会粘到桌子上吧？就是也看不太懂，面部的 lotion 就 face lotion 就是面部的乳吧？来，我看一下，面部的乳液。lotion 是乳哎，大哥。我看一眼。我现在打开官网好吗？好，我受不了。我来看看。
这个我知道，洁面泡泡，对，这个是他们家的。好了，我把它全部拆下来，我来一个个研究一下。哦，这是水，哎呦，水气瓶是他们家那个面膜，粘很紧，拔走啊，这是他们家的霜哎。你真的说的是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有没有英语老师？哎，这个多好，对，对吧？这上面有中文名，就搞小样送给我没关系的，老板，至少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法尔曼净澈洁肤面膜 ，OK。这里还有一个，好，哎，嗯，行，我收走。就是你们知道，我就跟你们说个它的故事吧，好吧？因为我这个不是全套都用过，因为我真的没有全套拥有过法尔曼，因为这款产品就是我上次去西。班牙，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然后我住那个酒店的楼下就是法尔曼的，就是 SPA 馆，然后我就亲自花了3000块钱体验了一下法尔曼的全套按摩，然后按摩完了之后我就说了一个字，好痛，怎么回事？因为他们用了100张毛巾给我擦脸，就是洗完脸了就开始用一个毛巾帮我擦一遍，然后洗完脸了就把毛巾擦一遍，然后打湿了就用毛巾擦一遍，我感觉那个整个按摩已经擦了100张毛巾。100条毛巾都被擦完了，嗯，而且那个面膜敷上去的时候，我是感觉刚刚敷上去是会有一点点微微的那种刺痛的感觉，但到后面的话，哎还好，就是但是整个提亮肤效果很棒，就是美白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厉害。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那我只能体验了之后再来告诉大家他们家的东西怎么样，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加起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夜明珠送给三个粉丝吧。我看看我。我抽这两个给这三个给大家吧。真的抠，怎么这么抠啊？我试用一下。对，因为我这个真的我好像都没有哎，我有吗？他有吗？我有，我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有，你回家拿，还会再有的。好吧，好吧。我们信。那我们抽一个含血。还会再有的，这瓶我总可以留一下吧。怎么这么大啊？就感觉这瓶最值钱的嘛。你留这三个嘛，好了，你留这三个。我抽这三个嘛。这些都送给粉丝，好不好？可是我还是蛮想用这个的。我给你一会儿拿。我是真实的在给你们，我是真实的在给你 battle， 我还是蛮想用这个的。那就这样吧，啊，好不好？你很多了。这三瓶可以送给他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了，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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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我留着啊，不送你们不好意思，每人一个，好不好？反正随机发，每人一个。我们抽四个女生送法尔曼的产品试用啊，然后我自己用一下他们家那个面，那是面霜对不对？这是面霜，对吧？我想用一下他们家面霜，好吗？准备好喽，所有女生，谢谢法尔曼的礼物哦，谢谢你。来，我们抽奖来袭，所有女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赶快去抢吧。我自己留着吧，我是真实的很舍不得，对不对？你看得出来哦。哇哦。哇哦，哇哦！哎，这个可能是刚刚那么多产品里面这是最贵的一个。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家的就是永生花真的很贵，对吧？一颗按300块钱算，所以旺旺这里有多少颗？16×16，你说出来。16×16等于。数学老师，256，一颗按300块钱算多少钱？多少钱？6万块钱左右。哇 ！Oh my god！ 我的天，这是真实的。Oh my god！ 我跟你说，我以后把它直接放在我后面，就不要口红墙了，直接放在后面，天天你们看一打开直播就是 Oh my god！ 你们一打开直播就是要买它，好吗？谢谢 Rose Only 送我的礼物，这是永生花，应该不会坏，可以放很久的。太开心了，谢谢你。就是你们那个熊我也很想拥有一下，就是我可以换一下吗？我可不可以换一下那个熊？对，这个很特别，这定做的。谢谢谢谢谢谢 Rose Only， 谢谢你的礼物。好了，我们下一个，我想要那个红色那个箱子。哇，这个我感觉我要站起来了。重吗？还好啊。还好。还好，我可以。这是什么？茶铃。茶铃和哦哦。
对不起。茶林何时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公关礼物？看一下。茶林送了我一个。送了视频。这怎么开呀？怎么开？哎，里面的开一下吗？哎，把门打好。哦。再要搞一下那个。是这边。来了，来了。哇！哎，你们都入境了，你们这边女孩都入境了，哈哈哈！哇哦，这上面写的 My dear friend， 我啊 ，My dear friend Austin， 看到没有 ？My dear friend Austin，Happy birthday， 谢谢。所以这是老板的名字，这个、老板创始人。哦。那个帅老板，对，在我们在法国跟他吃过饭的帅老板，他叫什么帅的？你看人家名字也好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哎，有一个帅老板好像有给你发一个，给李佳琦的特别致辞。啊！佳琦生日快乐！啊！太高级了吧！这个礼物也太高级了吧！你现在是个 iPad。你翻译。哇，他们家这个也太高级了吧！我也想用这样子的东西去送别人礼物。嗯，这是他们品牌创始人，也是首席执行官。伯乐，他叫做伯乐先生。对对对，我记得了，他叫伯乐。哇、wow, 哦，他就说，哦，后面还有云南。哦，我跟你说，我去了这里，云南，他们的雨林，你们可以看看这个云南的雨林，就是这儿，天子山，这是一片再造雨林。所以你们的就茶林的香水的东西和他的护肤的东西，全部从这里面出来的。哇哦，是我刚看到他的人本人吗？耶、yeah. ！好，暂停。看一下吧。暂停。好。查理，你怎么还在播？暂停。嗯。好，查林创始人 CEO 伯乐先生亲自送上的诚意祝福，环保可持续发展陶瓷补充装的查林精华水跟按摩面霜。哦。来，我们下去一点吧。哇哦！哎呦！哎呦！真的！哎呦嘞！我的天嘞！哈哈！为什么不知道会很开心的感觉？哇哦！你们看一下，我的天 ！Oh my god！ 这个是陶瓷补充装，哎，这个是可持续发展，什么意思？就是这边应该是，哎，它可以拿出来的，对不对？它是这边应该是什么地方可以取下来的？我要研究一下。对，这个是替换装。哎，这个是替换装。哦，这里，对对对对，它是可以替换的。哦，对，它用完了这个精华就可以替换了。外面是陶瓷瓶。哦，很有趣。哎，不好意思，搞不回去了。搞得回去，搞得回去。好，好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它这个外面是用陶瓷做，就是中国风的一个感觉，是那种陶瓷瓶。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替换装，就是这个是面霜，这他们家面膜还是面霜？我要看一下，等一下。然后这个是直接可以把它就是哎拔出来，然后可以把这个再换上去。环保哇，陶瓷瓶，我真的第一次见到陶瓷瓶的护肤品，开阔眼界。我跟你说，有一个品牌你已经晚了，查理已经做了，完蛋，真的厉害，好厉害，真的好高级。而且你知道陶瓷哇，这个很棒，真的这个很棒，按摩面霜。而且它是做可持续发展嘛，就是让大家可以少花，就是少用一点点那种什么塑料或者是那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玻璃的包装，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然后包括这边是茶林的一个四季面膜，对的，茶林春夏秋冬的面膜在这边。好，这瓶是他们家那个就是茶林的那个普洱精华，这瓶是茶林的普洱精华啊。好，我们来看下层有什么。哎呀呀，这是什么？那边不是四季面膜，四季面膜，对，上面有那个纹身吗？
哦，就是他就用这个贴纸嘛，然后他可以让我做一个属于我的哦狗狗的东西。对对对。哦，然后你可以自己贴，就 DIY 的一个东西是吧？就是你帮助你 DIY 的一个工具，就是你可以用点水。就他们在用这种很好玩的东西去来做 DIY， 就是来做一个可持续发展跟保护环境的一个品牌。哦 ，My God， 哇，古树普洱茶，嗯，而且这是他们家的那个杯子，做的那个杯子，茶林的杯子，这个普洱茶，哇，这收藏级的，这个是收藏级别的古树普洱茶茶托。谢谢，我感觉这套礼物太有意义了，真的，天哪，查理你的公关礼物现在也做的未免也太高级了吧？我们去后面，去后面吧，来小心啊，去后面，我们来下一个，谢谢查理，谢谢你，这个我就不送给大家了，因为这个我留作纪念，好吗？谢谢大家，来我们下面一个礼物，帕尔玛来了，天哪，帕尔玛，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香氛品牌，来帕尔玛的礼物。Dear Austin，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你按时长大。百年香氛品牌帕尔玛之水，用源自地中海的香氛灵感，为你开启感官寻味之旅，让经典意式优雅与你相伴。与方庆音韵间，将美好一一镌刻。这个太有文化了，你看他们品牌的字哦，都超好看的，聚焦是不是？都超漂亮的字，练过练过的。这么大一个哦，香薰，然后这是他们家帕尔玛的地中海的淡香味丝柏香，然后下面还有这个是帕尔玛送给佳琪的香氛蜡烛，这里还有一个礼盒，好，我看一看他送的什么东西。我想先开这个礼盒，哎，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手休息一下了，太晚了。哇，十二点过一分了，默默的看一下就好。哦，啊，这个我可以送，这是我最喜欢的加州贵与淘金娘，对的，它的那个限量套装，上次我们好像卖过，对不对？我马上要卖，我马上要卖，我上次我卖的是只有一个，这次是他们家那个就是护手霜，然后香水，然后他们家那个身体喷雾，然后这他们家一组的帕尔玛系列的。加州贵与淘金娘是我用了很多瓶的香水，这个我家可以抽给大家送给大家啊，然后这边有小贴纸你可以贴出来，然后这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盒子好好看哦，就地中海那种很明艳的感觉，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去下地中海，蓝色白色，然后这种很明亮的颜色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很治愈。好，来看这个帕尔玛之水的香氛蜡烛，帮我撕开吗？好，香氛蜡烛我们看一看，嘿、hey， 哦吼、哦、你闻它，这是什么味道？就是有点柑橘加加牛奶香味的，这个好，但是很好看，黄色的一个干蜡烛，这是一个，哇塞，这瓶也太大了吧，你看这个，哦，我以为是香水，这瓶是香氛，对，是他们家的香氛，就是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用的一个香氛，也很漂亮，这个黄色，这一瓶是什么？蓝色地中海吗？看一下，看一下，不是蓝色地中海，是蓝色地中海淡香，丝柏香，不是加州贵，不是加州贵，它是丝柏香，它是丝柏香，哦，是一个我觉得很优雅、很舒服，快帮我闻一下，里面有个东西，我觉得好熟悉。不是花椒，是木头，是一个木头，对，有点檀香木头的味道，这个味道好好闻哦，我的天，谢谢帕尔玛，来我们抽一个女生送帕尔玛的这个礼盒给你们好不好，我们来抽一个女生送帕尔玛礼盒给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上链接，不不上链接，是抽奖弹幕已经弹出来了，真的，中奖女生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哦，好不好，谢谢帕尔玛的礼物，谢谢你，来，还有吗？有，还有啥？来，这个来，先看这个。这是谁 ？Giorgio Armani。是的，是的。哎，这是。Armani 来了，这什么呀？啊 ，Armani。一套有九瓶。最新款的。
最新款的。哇哦！阿玛尼贵族香氛，我的天！高定私藏的贵族香氛，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好开心哦！我的香水墙又要来了，我的香水墙又有新成员了。这个未免也太厉害了吧，我的天哪，这个哦，它里面是这一瓶是他们家的玉龙茶花，然后威尼斯柑橘，然后栀子花，我最喜欢的花就是栀子花，栀子花，栀子花，开呀开，它没有栀子花的味道，我就要打它。是栀子花，是就是是栀子花，是就是，好好闻这瓶，还有米兰玫瑰，不对，米兰玫瑰以及伊甸园无花果，还有岩兰草，完蛋，岩兰草为什么这么感兴趣这个名字？我已经闻不到了，真的，我也闻不到味道了，岩兰草，很盐。非常盐，很咸，很凉，就是它是一个凉凉的、清凉清凉的味道。岩兰草，哦，它是真实的，会把那个草碾碎了，然后那个草的那个汁水出来那种味道，哎，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把草在嘴巴，就在手里面这样把它碾碎了，就有那种汁水的味道。对，谢谢阿玛尼这个礼物，超喜欢。另外的味道呢？另外三瓶，哇，太好看了，这个真的太好看了，这个真的太好看了。谢谢阿玛尼。还有三瓶，还有三瓶是，水，哎，色，然后我们来看啊，行，我来研究一下，再下次告诉大家，对对对看不太懂。谢谢阿玛尼的礼物，谢谢你，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有收藏价值，而且是礼盒装的哦，谢谢你。对的，如果闻到很好闻的味道，我会给你们来推荐的啊，好吗？谢谢阿玛尼。还有吗？重头戏。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浮夸。我也觉得，但实名羡慕。是送了一个热气球给我吗？就已经出话了，老哥。对，可以帮我调一下镜头吗？可以下来吗？上一点。就是要看到这几个。就可以看到。要看到全景这个热气球。没关系，你就往上调一下，上面有没有底没关系。他们都知道我们公司没有顶，我们公司稍微浅，我们公司是露天的。对，其实这我们晚上都能看到星星，你知道吗？我们那天睡就是直播，还有旁边有鸟叫，哇，我的天哪！我要坐上去了。野兽派，你在干嘛呀？这个太……哎，这个什么？就刚刚炸开，这里已经炸开了，天哪！对，我不行。所以就是要这样打开礼物吗？对啊。我觉得这个也太小王子，这是小王子，他们家小王子系列的茶杯，对，小王子茶具，这是一个茶壶，好好看哦，呀，夹住，亲爱的佳琪，完了，总能抵达，总有梦想，像野兽一样去爱去生活，好的，这句话太感动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哦，这个好好看。对，这是他那个玫瑰花跟那个小狐狸的，就是水杯。你们看，这个水杯是小狐狸跟小玫瑰的水杯，好好看哦，有没有？太用心了，对，太用心了，好好看这个小狐狸，我的天哪，这也太生动了吧！谢谢。还有，我来吧。好，这个小王子的书里面是什么东西？车载香氛。好可爱，好可爱哟，哦！这车载香氛，这个是一个小飞机，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后面的热气球，就是野兽派送我的热气球，可爱，谢谢，立马用起来。等一下，这个哦，小王子的杯子，小王子的马克杯也很好看哦，小王子的马克杯，然后还有，这里是两个马克杯吗？啊，对，我猜对了，两个马克杯，对的，看，这小王子会一直陪他的狐狸，跟一直陪他的玫瑰花。
对的，这本书其实真的是治愈了很多的人哦，给了很多人力量。小王子，好看一下，小王子的餐盘，对，小王子的盘子在这边，好看，小王子的四件套，小王子的四件套，今天晚上立马睡。你至少咱们洗一下吧。对，今晚上立马睡小王子四件套。好，还有吗？好多，这是什么？Oh my gosh！ 你们家？我们家就喝不了这么多。哎哎哎哎，杯这是都糊掉了，这是杯具啊，就是这个，嗯。这是一套悲剧，就是悲剧啊，没有对啊，没错。这是什么？我很感觉很感兴趣，你在拿手上拿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开反了？没有啊。这到底是干嘛的？请问，这是一个盘子，上面是站着小王子跟他的狐狸。那我来盛什么？我来看一下。首饰吧，这是首饰盘，就耳环，哦、那什么的吧、哦。首饰盘是不是？就是可以放一个几个，就是那种。哦，对对对对对对，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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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进去。所以哦，这个我想先看这个，为什么我看到了 Neva？ 是吗？我认一下 ，Neva 是你吗 ？Neva？ 为什么我看到了 Neva 在里面？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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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好看，小王子的玫瑰的永生花，嗯，这个好好看哦，所以它可以开吗？看了吧，哇，哎，好酸，好酸，哦，我不配，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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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这里转一转吧，哦，背景音乐，对，这应该是，所以这又有一个，哇。这个更梦幻吧，这个粉色，我的天，转一转，转一转，我们转一转。哎，米好吵，你先闭麦。谢天哪，太开心了，这种太幸福了。我跟你说，野兽派你真的很会，只要送我多点东西，可以开多一点，开久一点箱。我的直播是按时间算钱的，好不好？哇，这什么？寿桃？这也太浮夸了吧！这真的是水晶吗 ？Oh my god！ 我的天哪！夜明珠来了，这最值钱的夜明珠，好漂亮哦，好好看哦，这个水晶球，这个水晶球好好看哦。有卖吗？有卖吗？他们家专卖店。他现在是在选品是不是？他现在严重怀疑。他现在在我们公司选品，直播选品。上一次李佳琦说，哇，这个好好看，应该可以直播吧？对，招商。对，还有吗？睡衣。哇，这个颜色我好喜欢啊！那、啊、这个呢？这个、你们试试 Neva。我看一下。野兽派的睡衣又来了。哦、这个好好看。哦。这个睡衣我卖，这个睡衣我卖，我卖它。看一下标价，你可以吗？送礼物会把钱撕掉的，好不好？这个睡衣我可以。哦，这个睡衣太好看了。比好看的多。对，比那个好看的，比那个品牌好看的多。这个睡衣我可以，这睡衣好好看，对不对？那个品牌马上也会。他们说这个睡衣我买，他们都买，赶快谈。对，这睡衣立马卖，给我谈到五折。野兽派说，野兽派为什么要送他的睡衣？野兽派可以的。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什么？野兽派人发信息给我过，你知道他是什么吗？你猜对了，我跟你说，随便挑一个你。就是你在沙发，你在车上的那个。不是。那再给我一次机会。不是。我想，哎，你要看，啊、你要看，你要看，你要看。靠背。不是，你们想不到。不要急，这个是到底是谁？床不是，尿垫 ，Neva 的尿垫，狗窝，这是给 Neva 的被子。密码，我觉得他们老板说，他们老板说这是给 Neva 盖的空调被，我都没有你们家的空调被，为什么要给 Neva 准备空调被？你可以盖，这 Neva 的空调被，我这样会带回给他。这是 Neva 的窝吗？这 Neva 的空调呗 ，Neva 都有礼物，对啊 ，Neva 是很火的。谢谢野兽派，所以下面没有东西了吗？你确定你们找过喽？没有了，就是一般一般，有个支票啊，或者是金条之类的。球啊，看寿桃在这里面。好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不用翻了。谢谢野兽派，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会放到公司一直，可以、啊，真的很好看，把这里缝缝补一补就好了。就是、谢谢野兽派，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五折你一定买睡衣吗？真的吗？好的，明天立马谈。
这个睡衣，明天立马谈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吗？谢谢大家，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然后我也可以把我的快乐跟那些礼物分享给大家，好吗？明天晚上不直播，我们后天晚上6月7号晚上8:15，我们还是会准时跟大家来做直播的，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哦，谢谢你们送给佳琪的祝福，我们后天晚上8:15不见不散哦，好吗？谢谢大家，我们后天见，谢谢你们，拜拜。